玉玺老虎啊，我看一下那个老虎在哪里好不好？通常在宠物秘境里面嘛，这只每两次腾空 6.6 秒内氮气最高速加 6.6， 而且立刻获得 6.6 帕集气，太神啦！玉玺神虎，各位观众们，今天呢就要来抽这只啊最新的腾空宠物，超越小黑的极限年度限定宠，正来获得呢它在宠物秘境里面。OK， 我们直接把它抽出来一次。好，我们先买一下好了，先买一个150吧，好不好？全部给它买完，两次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哎。一样呢，母汤哦，下一次是20啊，20中了，可恶，这只强啊，这只真的强啊，这好快哦，天哪，这只其实很不错哎，很吉祥哎，玉玺神虎啊，新的一年祝大家虎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祝大家虎头蛇尾，马马虎虎，祝大家可爱乔虎岛。 OK， 我们这边升级满了，想去试一下这个腾空宠物，来跑一个，为什么要西虎啊？为什么你们都喜欢西虎？来跑一个11层。OK， 我们来测试一个11层，来测试这只玉玺神虎，没有被锤过呢。哦，来吧，我们就用这台最新的虎年机甲搭配虎年最新的腾空神宠，来试跑一场北海渔场。W 不神，哇，撞到，没事啊，这里还是快到不行，连续 WW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哎，没去到，没关系，再开一颗。蓝色，WW。哇塞，太快！哇塞！天哪！哇天哪，这车速！哇哇哇哇哇！加个氮气，没人发现。OK， 没问题。哦天哪，是我说真的没那么好控呢。好，乱个排位实战。这个游戏到明年之后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控得住。以我的认知而言，可能没有人控得住这个车子的。车子加宠物，快飞掉了。OK OK， 这个图不错啊。阿尔法总部搭配这只新的宠物，很香啊。前面先求稳一下，蓝色 W C W 啊，稳 W W， 一二三四五 W C W W， 顺侧。一二三。CWW 123
弹射，差一点点没出，出一半。哇塞，快到不行。拖了还行啊，这边双杀 ，W C W W， 哇，等一下出了点意外，还行，我们等一下后面补回来。究竟曹主播能不能领先第二名五秒呢？一二三四五 ，W C W W， 哦，第二圈更难跑了，天哪！弹射，finish， 哇，这个车真的是越跑越快，控起来搭配这个宠物，第二圈快爆炸了，要习惯一下，但真的很爽。哇塞！哇塞哇塞，他那只不是逼车吗？这老虎！哇塞，那个也是机甲车啊，前面那台。弹射，遇上机甲了。一二三四，我尴尬，这边没办法了。哇塞，这机甲跑得很快啊！两个问号。哦，天鹅堡，哎，哇，这些也都是适合用喷射 ECU 的图啊。其实我说真的，在机甲它的强度啊，虽然今天是抽这个宠物，但也顺便聊一下机甲。这机甲它就是机甲的性能，基本上它只要带回原本的喷射 ECU， 其实跟上一台其实没差多少，但小喷时间好像短一点点。基础整体性能来说的话，动力叠起来长途应该是更强才对，照理说应该是更强，各有好处啊。现在看起来，然后这个宠物呢，我只能说真低强，一直布灵布灵的一直叫，然后速度又快，气又多。小分点慢，延续 ，CWW， 顺侧，顺侧，哎呀，撞到还行，还好小分还在。我没点到 ECU， 尴尬。哦吼吼，车子，因为波翼啊，因为波翼啊。天哪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车子会飞掉这件事情呢。氮气动力第二圈真的是一大考验，这个练下去
那个手速惊人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要不要换车？不要，这台我花10000块买的，你叫我换车，换另外一台10000块的车。好啊，等一下换。但我真的觉得两台开起来其实没差多少哎、欸。难道我是眼里只有钱的人吗？你错了，我是眼里只有很多钱的人。我们这边扣个 ECU 吧，不然这场要叫输人。WW，OK。哇，没车身到，哇，这里好亏。蓝色，这有办法机器直追吗？2、3、4。超车 ，finish。